也不容易啊，老高带个娃，你还玩儿。哎呀，我说发现这个车还有减震了。嗯。还有带。对。带弹簧的吗？有避震了。嗯。哎呀，你这车高级啊。那一边推，它是光着板的了，一边推一边蹦还行。嗯，哎呀，你不这家伙高级。哎呀，晒晒挺好。晒一下肚子肚皮。早上我还以为要下雨呢。阴天的。嗯。晒晒肚皮。自己玩的多好啊。哎，要哭。看看烧鸡把这个家收拾的多干净。擦的也干净。这女人收拾就是比男人强啊。饭吃饭，麻叉。麻叉，咱们爸吃。嗯。鱼肉，咱们爸吃。你又吃方便面？嗯。你晚上吃。晚上吃，你又吃方便面？你非得吃够了是吧？嗯。你说你放着米饭鱼肉不吃，吃这个吗？真行。这鱼肉做的，这鱼做的稀碎。我今年我这你这干啥？你吃个方便面要炒个鸡蛋？嗯。方便面。泡鸡蛋。别接了，这个锅也。哪个？你说你煎个鸡蛋，你炝个锅，下个面条呢？本来都想煎个鸡蛋，结果都粘锅了。嗯。熟了就行。嘿。今天不能用手了，这个画面。这个用勺子吧。面熟了吗？是，这个筷子不行，筷子不行，烫手了，烫洗了。烧鸡跟老高学的，左手拿筷子。用的还挺好。没有，没有，再就泡一桶呗。你先把你吃完了啊，听见吗？哎，先把你碗里面的吃了，盘子里面。哎。给续点水。不能吃辣椒。好吃。没辣椒。烧鸡人家参观参观我这收拾的成果怎么样？看着我。哪个？这个。嗯，这个不好用。这个鲜梅的，这个的鲜梅。嗯，对，高福拿上来的。那个漏水。对，这个的鲜梅的，看一下。嗯。哎，对对，那有脸，咱们把那个又捞一把，你去弄个东西。你屋里把这个给我，就是把你。对，把呀，也是别人漏水了，这个没了。嗯。我也这个去的。给我的肉。对呀，啥意思？骨头，两个，八个，八个，没呢，我也来这个了，八个，这个是八个，没有八
有。ठीक है भाई भाई बुन बुन बनी हो ये ये अरे वो काम कैसे कांची काम करते इस तो सिटिंग रूम काम करने चाहिए ना बहुत सारी दवाई खुश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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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खुशी老婆，我俩去老城。手机这个太火了。晚上 barbecue。晚上 barbecue， 小刀也来。这个 barbecue。就这个 barbecue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干净可以了呀。clean。啊，这个。这个可以。这个就把你脏的，你把它洗一下。哎，这里边没有啥，就是，哎，进去水了，不着了。那个不用了，就把这个都上来。整点热水啊，要不太阳能放点热水。不了，你放点热水怎么行啊？那风门开的大。哇，这个门太重了。把垃圾弄出去，拉你把那儿堵了，我说怎么开不开呢？那儿挤着呢。等垃圾车吧。垃圾车买了，我过来了，贴的满满的。去老城，十分钟吧，十分钟就能到。走，是死路吗？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，走到前面那个村子就出去了。我感觉他这是没有柏油路了，这是。哎，你带着我过来了。哦，过那桥，这是咱们抓青蛙那个。青蛙那是。就那个桥。啊，我赶过，你走吧。不是，你过去看看有路吗？我赶。啊，我过去看看。这个路断了，这个。嗯，过不去啊，过不去啊，路断了，路断了，掉头，堵车堵得严重，还是双向堵车？这个红绿灯，这个路口啊，不是红绿灯，交警在前面用哨哨吹，吹哨，什么广告？摩托车的广告，一般，所以交警这样指挥。这挺严重啊，这到这边堵满了，我去停车。这是高哥做头发的地方，我就不进去了。